说人生总会有遗憾，要不到现在就让一切重来，回到我的 first time。去过 Facebook 的尖叫一声。
哦，应该有后面没有人听这样，那应该还没去过。那希望你们到 Facebook、到 FB 找 IO 加入我们的粉丝团，然后就可以跟我们继续一起玩音乐。那今天呢、是一个很特别的表演，加上一个很特别的节目，是我们从来没表演过的。今天因为就是说，其实为了一些特别的人，准备要讲一些特别的话。因为就是说，我们有一个很好朋友，好像是明天要生日。哎，是谁？哦，原来就是平常帮我们拍照那位姐姐啊！哦，赶快出来！让我们鼓掌，欢迎阿姐！耶！哦，平常都是她帮我们拍照的哈，今天就是我们帮她拍照了。没有错，没有错，就是我们。不用帮我们拍照，不用帮我们拍照，你们帮他拍好，拿出来而已。好，今天我们要好好谢谢他，因为在过去一段时间，因为他真的帮助我们很多哈，然后照顾我们很多，就是我们的妈妈一样。好，虽然年纪绝对比我们小哈，年纪很小，单身有兴趣的可以找我们。上一个朋友，好，所以真的很谢谢他啊。我本来想说他如果不愿意上来的话。我们还有一个招，因为呢，其实前两天星期四是我们小捕手的生日。那其实我们那一天工作很忙，然后也没有时间跟他庆祝，所以我觉得很亏欠。好，所以今天特别买了一个特别的蛋糕，想说在台上跟他们一起庆祝。啊，这个蛋糕出现三秒，我们就可以继续唱歌了哈。好，谢谢。好了，开玩笑，我们一起来唱一首歌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等你点完这个，好吗？我们一起唱哦，一二三，祝你生日快乐。很明显，他是不会弹生日歌，可是没关系，祝他们生日快乐，给他们一个尖叫，可以吗？这个卡片是要送给你的，对，好，谢谢大家，那陪我们过了一个这么有意义的一段小插曲，这样，那所以为了跟大家有一点点抱歉，然后如果你们觉得浪费你们时间的话，没关系，下一首歌叫做 Sorry， 那我们向你们一个衷心的道歉，送给你们下一首歌 Sorry， 失焦的镜头，谢谢。Yeah.
完下一首歌是 IO 要对你们说的话，不管你今天知不知道，我们真的很谢谢你，或者是很爱你，可是今天在这里向你们说一声谢谢你们，我们爱你， Thank you。
一起玩音乐的一些创作的歌曲，或者我们比较喜欢的歌曲，所以很多歌其实是大家没听过的，然后也会有一些改编的成分在里面，所以希望大家那一天可以跟我们一起享受一个美好的晚上。那如果想要知道更多的资讯，一定要到第一个 Facebook， 第二个要到微博，三个要到啊、哦、没有了，没了，来看我们表演。那我知道大家其实听啊离不开要听接下来这一首歌，可是有时候不想唱也不行，其实很所以希望真的这一首歌可以鼓励你们，成为你们生命里面最好的一个加油站这样。那如果这一首歌曾经鼓励过你，让你可以继续，因为挫折里面有了动力再次站起来，我们会感到非常荣幸，也觉得我们唱歌或者做音乐比较有意义这样。因为这首歌对我们来讲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希望我们可以继续做好的音乐，陪着大家一起走下去。送给大家这一首对我们来讲很重要的歌，这首歌叫做《真实》，谢谢。Thank you.
是奥乐团。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首歌的时间，所以不管你现在刚来还是来了很久，现在让我们一起 party time， 谢谢你们，欢迎你们，恋爱魔术师。刷牙或运动，看你的粉色，刚刚你是主播，最心动的要不要更多，在夏天的咆哮，让你来告诉我， Come on baby， 嘿嘿嘿，想告诉你我已爱上你，其实我知道，我知道你也在等我，每天回家加快脚步，我的参考图，看你的脸书，满足三个动作，在你的墙有一些什么，都是分钟的以后，我还是想不通。Thank you so much. Thank you, 你们，谢谢。下一团我们要欢迎，接下来有我们的朋友 Be Right， 所以不要离开这个舞台，谢谢你们。